ダニーズライブハイライトポッドキャスト。喂，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下午好哦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打个密码。神魔之塔，感谢您的付出。开台马上当盘子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感超烦，每次开台都在当盘子。你们是不是觉得哇，有一只又猴又盘的支持神魔之塔，真好呢？不开音乐吗？没关系啊，啊，没有很喜欢听音乐，听我讲话啊，听我讲话，你不觉得我声音就有这种天籁的感觉了吗？我进去游戏整个鸡皮疙瘩，十周年好用心。你说有唱歌对不对？唱歌应该蛮不错的，还好不是找瑶来唱，不然应该很多人卸载。你希望我怎么回你啊？啊，你希望我嘴爆你，还是叫你屁股翘高过来给我刚两下之类？你想要得到哪一个回复 ？A 还是 B？ 请作答。我找你投稿，每次都没能选上，不要再打双等于了，好不好？我快受不了了，你在打双等于，我要刚你哦。还是你只是那个跟风酸一下，以为我不会发现？我会哦，干，我超屌，我真的都会记观众名字，小心哦。不会，你记不得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记得啦，拜托、哦。虽然我不认识什么女优，像什么山上优雅啊、啊苍井空啊、波多野结衣、七泽米亚什么，我不认识啊，不认识。但是观众我都记得起来，你知不知道？不要再打双等于啦！哎，你们真的是，台规不都写在那边吗？哎，你好奇怪哦。假设你讨厌吃菠菜好了，哎，没有，菠菜好像蛮多人能接受的。假设你不喜欢吃洋葱好了，然后你妈一直叫你吃，你会不会觉得啊，干干干干，他是反手浇水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啊啊啊，干干干！所以洋葱怎么？你妈一直叫你去吃洋葱，你会不会很火？啊、你就跟他说过你不喜欢，他一直叫你做 ，You did it。You man, you did it. 你会不会很开心？不会吧？你应该也会很生气吧？对吧？明明都是灵长类讲的话，怎么总是有人听不懂呢？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没有啊，我不是故意要一直骂脏话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知道，有些时候逼不得已，情绪使然嘛。为什么总是有人反过来做呢？难道倒过来插会比较舒服吗？我说插座啦，插头跟插座啦。瑶之，现在 YT 不能说脏话之类的吗？哦，好像知道，我上次在那个小杰的频道打了一句我想睡你，哇、wow. 然后就被 YouTube 隐藏起来了。欸，不是啊，你们觉得我想睡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也还好吧，我觉得我想睡你没这一句没有怎么样吧。官方有没有在找我拍第三次很奇怪的广告啊？有也不接了啦，那个真的太智障了。别着急，我给你拖回来。神魔之塔十周年，好多精彩好康下载。干，冲山小妈的，我看起来像小丑是不是？你学的好像哦。干，那根本就是我啊，那是我哎、欸。虽然很不想承认啊。然后十周年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先。十周年的想法就是今年一定。所以我跟你们讲哦，接下来哦，官方如果有在做一些智障的举动哦，他们绝绝对对是为了拯救人气。尤其是负面行销这一块，我就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官方不可能不懂这一块。官方觉得一个版本不烧的东西心里会痒痒的。对啊，真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有一句话叫做食髓知味啊，是不是啊？当你做一件事情尝到甜头的时候，你下次一定会再想要做它哦。不要往色色方面讲，我讲的是事实哦。等一下啊、哦、总觉得怪怪的。什么叫跟我一样？跟我一样又哪里一样了、哦、不要把我讲的好像那种强暴女生的什么强奸犯之类的，我像吗？我如果合作 AV 女优，瑶一定抽爆。我刚不是跟你们说我不认识 AV 女优了吗？什么河北菜花、那个山上优雅、七泽米亚、苍井空、波多野结衣，不认识啊，一个都不认识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抽爆呢？河北菜花，河北采花，我刚是嘴巴撇掉是不是？啊，干！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跳进你们挖的洞了？干，不认识，谁不认识？不认识。哎哎哎，手机画面自己放开啊，靠腰。我是不是应该戴个套啊？等一下、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说指套啦。对，我没有戴套，我现在没有戴套，我现在没有戴套啊。我跟你们说啦，上次一拳合作的时候，我找毛毛来通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才真的叫天才，好不好？然后旁边一直有人干扰我，然后我还用奇遇老师，我、哦、无痛打过三峰灾二级，中间完全不需要注意什么事情。因为有美少女在旁边加持吗？不要讲这种让我会吐血的话。你知道吐血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毛毛出现我会发生的生理现象。你们不要往歪的地方讲，我说的是吐血，吐血好不好？充血，干你妈才充血，谁充血？奇遇表示哭啊，项羽怎么比我好用？你知道好用其实有两种意思吗？
哦，看你是那一种用还是另一种用。嗯，你们期待十周年的大 IP 是什么啊？哎，你们好坏哦，你们都把我想成坏人一样，怎么觉得我都在转移话题？我是那种逃避、不负责任、事后不理的男人吗？是是是是是是，事后不理又在偷臭了，呼？谁事后不理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圈子其实好可怕，你知道有些时候观众 get 不到我梗的时候，我就会头冒冷汗啊，会觉得说啊，看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讲错话了？这个圈子太认真的人太多了，我都要很谨言慎行，然后有时候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啊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官方有赖我，官方说瑶瑶有在开台吗？干，你不会自己看？有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爱你哦，官方 ，Jumi， 要被冷冻了哦，哇，有种冷冻我，他们还剩谁？没有，那不是我讲，被盗。斩金别抽十三抽全小奖，游戏也在欺负我。红豆你干，游戏也太过分了吧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赶快跟海马讲。不好笑，干不好笑，不要笑，超小。以检举。好，第六关。哦，谢。有病，有一个实况组有病啊！是谁？我就不说了啊。笑话讲得不错，下次不要再讲。你想被我刚是不是？可以实战思路域打 LV6 吗？不要，好累哦。思路域干，思路域也没有被回啊，那怎么打一补啦？哦，你们是不是聊天室故意要把我气死？你们想说，哎，有九命怪猫哦，有九命怪猴哦，反正气死他一条，他不会怎么样，他明天还是活蹦乱跳出现在你面前。你们想的是这个吗？哈，早有一补盾的关卡，用清规去打，这种话你讲得出来？用清规打 LV6 白痴哦、喔！清规他们是故意讲那个清规打一补要来气我，你们还真的以为我要拿清规去打一补是不是？马迪，精彩重播。哇，好薄弱的恢复力。死也不做这种事第二次，就悲戚，你们是不是八七？可以用基层打 LV6 吗？可以用鸡鸡打 LV6，你想看吗 ？Yes。负面工伤 ZZZ， 你好凶哦 ，ZZZ。我都哪里看关卡资讯？那个维基百科，维基百科 ZZZ， 我现在讲话也都要 ZZZ， 可以抱你大腿 ZZZZ， 毛毛 ZZZZ， 丝也没有到很烂，点心是甜的还是咸的 ？ZZZ。不知道，今天想吃松饼啊 ！ZZZ， 干你屁股好大 ！ZZZ， 干这么小，妈达人压力太大是不是？干，难怪越来越多人要当女将哎、欸！干的啊啊啊！干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项羽能放奥米加兽吗？干！干，那你们是一排 ZZZ， 笑死！你们想把我气死是不是啊？好兄弟弟弟，为什么塔快倒了？不是官方的错啦，云玩家们也难辞其咎。那么，真是万幸啊！我完全在乱回，我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对不起，我觉得很不舒服，我现在全身不对劲啊！哇，好想你知道门开着大骂。如果官方就站在我正对面的话，我一定刚到他起飞。欸，你知道昨天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人问我说某一队的第二支带的是什么东西哦，他就在影片底下留言说，欸，那个请问月亮队第二支带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把时间点标给他，我说我在30秒的时候不是已经讲过了吗，还跟你说可以换什么东西，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？我还没看到那边。干30秒而已耶，30秒而已耶，你连30秒都不看吗？哇操，30秒而已耶，你打一发枪都不止30秒了吧，看一下嘛。哦，那个是我啦，我刚看没看完，我来承认。干，原来就是你，你屁股先给我翘高过来。欸，你还会承认，你好棒啊。欸，你们不会跟毛毛一样吧，突然走心之类的，觉得我在骂你们。没有没有，我最爱你们了，你知道吗？最爱你们啦。哦，干，好恶心哦，天啊。有没有突然女子力上升，最爱你们的宝贝。干，先不要先不要，好可怕。家人开始问我，你现在看的是什么实况组？哦，气质优雅，文质彬彬，一脸读书人的2023年度最优质台主，感觉像王爷叫卖现场，一堆有的没的留言。
你们也知道，你们也知道，你们讲的东西都超级没营养，聊天室来点建设性的话好吗？你们也知道，你们讲的话都超没营养，是不是？终于发现了吗？我等好久啊！建设性的话是要聊什么基地模板之类的吗？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来来来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我想看身为专业的会怎么介绍你平常在工作的东西，讲点基础吧，可以吧？例如说你读会计，那就跟我讲点会计的基础啊。啊，你如果读那个什么经济，哦，来点那个政商学的，一些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吧。啊，如果读建筑，跟我讲你平常怎么画设计图的，啊，都可以分享啊。聊这个有营养多了吧？不觉得我们这一台就整个是读书台吗？我整个很有读书人的感觉吧。读药学跟你讲威尔刚怎么做的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没问题，来来都来都来。瑶还有办法发红包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上个月是那个神魔的冷冰冰月，我现在吃土了。聊天室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聊天室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建商啊？我不用抖内给我钱没关系啊，你直接抖内一个不动产给我，这样就好。反正你知道我也是男生嘛，终极目标就是买房买车，让另一半过得幸福快乐就好。所以不用给我钱啊，给我房子啊，这样比较快啊。为什么我人生目标没有买车买房？有可能是。我长得比较帅吧。国小有遇过大爱妈妈吗？慈济那种不呢？那种是要干嘛？要来乐界的？是就那个小学生可能有什么吸毒还是什么不好习惯要来劝戒的是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大爱妈妈是一群走入校园陪伴孩子成长的妈妈，当中多数是无需上班的家庭主妇、自由工作者，后来也陆续加入了退休爸爸们。小学生不会吸毒吧？顶多尝禁果哦。你说？天花板上打 X 是吗？啊，不，顶楼上打 X 是吗？我们国中的时候还真的有，欸，不是我啦，那个就有学长姐在学校的顶楼。刚进来怎么就听到奇怪的东西？有可能是奇怪的东西把你吸引进来了啊。好吧，今天应该就这样子了吧？你们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不要走。好啦，那今天就这样子啦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就下次再会啦，有缘再会啦，八八八八八八。